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是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凯破大中华新闻，我是尹秀文。今仔日是新历1805年12月19日，旧历是11月21日，礼拜一。好在新闻一开始，咱用30秒的时间来关心今仔日的重点新闻。中华警方逮捕一名70多岁通缉犯，伊的后生不甘老爸被警察抓去关，甲警方起冲突，爸仔囝最后拢被警方逮捕。中华市仑北里伫咧代替一片3000多平用地土地，经过地方人士的争取，将这片土地打造成市内上盖大的社区公园。河滨顶白里甲彰化市交界西门口的排水出口处的护岸甲破坏道路，得到补助，将会进行改善工程，保障居民出入安全。新闻首先，咱来关心彰化市中华西路爆发着民众甲警方的激烈冲突，原因就是有一名70多岁单身男子是通缉犯，去予警方逮捕的时阵，后生唔甘伊的老爸去予警察带走，有效的伊竟然就甲警方扭扭捏捏爆发着冲突，结果就是爸仔囝两个人拢予警方逮捕。70多岁单身通缉犯一跃身想要逃走，警方也赶紧入去哩。这个时阵有人跳出来解救。我们逮捕他，你不要妨碍我们。激烈的冲突就发生在彰化市的中华西路，警方逮捕一名有诈欺甲伪造文书的通缉犯，想袂到通缉犯的后生可能是因干老爸年岁这么大，还佫予警方抓去关，才会甲警方起冲突。他们受伤，那个诚信嫌疑人哈，确定是诈欺还有伪造文书等3项通缉犯，经警方哈要上前跟他查捕到案的时候，他适逢他儿子返家，然后。主导警方，并且拉扯警方，而且还对警方做一些干扰的动作，导致现场，那我们林姓同仁哦，在现场跟父子双方哦，在现场有拉扯。跌倒的状况，因为当时男子判3条罪名，从同妻禁锢，警方接到检举，准备抓人。有效后生甲警方起冲突，唔那无法度改变老爸去予掠去关的事实，家己嘛面临着妨碍公务的罪嫌。大众新闻中，谢良中华采访报道。用地空间再利用，代替一个即个彰化市的仑北里哦，伫咧挖铁基路边有一片3000多平用地的大土地，当期是咧爬荒无咧利用。经过地方人士真积极伫咧争取，彰化市公所嘛来编列400多万的经费，所以这片用地的土地将会打造成市内上盖大片的社区公园。原本的杂草生甲满满是的空地啊，都要变作市内上界大的社区公园。动工典礼开始进行，仑滨社区的北管乐团嘛用热烈的北管乐曲来庆祝。用地空间再利用，要来变作社区公园，这么大的代志，当然是吸引真多在乡人士来共享盛举。当地仑滨里长又开始煮鱼仔汤来跟大家分享。市政府建府嘛，真感谢代表会会当全力支持这项计划。啊，这个公示预定地呢，那么第二期的工程呢，啊，咱已经呢啊，争取到咱425万啊，来做这个所在的绿化美化。那么最主要工程内容就是呢啊，种草啊哈，啊做一挂绿化美化，啊做咱的步道，希望呢这个闲置空间啊，会当呢再利用，嘛袂让这个草啊呢啊发了情感来淹没了这个环境哈。啊，所以呢，咱啊重视着咱彰化市民的休闲活动，希望呢所有空地拢会当充分利用。一车，今日就是开工动土。未来这座社区公园也会交予当地仑滨社区来管理维护。哦，咱的百姓用休闲的这个啊运动的所在嘛，啊加一个活动的所在嘛，啊所以咱仑滨社区过去拢无什么活动的所在，啊都好今仔有这个啊咱这个公园，我都好啦，好在
时段吼，啊，大家有啊多一个来休闲啊运动的所在呢。因为铁路边还有很多营地的空地，市公所强调未来将会继续向代替政府要用最少的经费把这些营地的空地整理起来，提供市民一个休闲运动的所在。大家新闻中七两中华彩虹报道。河滨顶便利跟彰化市交界这个西门口哦，这的排水出口处呢，护花跟破花的道路拢因为严重的损害，对居民出出入入的安全跟排水影响真大。顶便利店李崇彦是一再伫咧争取，终于有关机关小文雄争取到补助的经费，予居民感觉真安慰。彰化市甲河滨顶边交界处的西门口排水出口的护花甲提花道路破损严重，居民出入济界发生跋入排水的事故，危险情形予居民心内惊吓。即里啊是真危险，之前我有载一届落去，阮这隔壁个伊可当阮遐讲有人载几下落去啦，啊嘛是无起来，叫无起来。哦，安提，我唔知，即条我紧紧用用啊，阮嘛较快活哦，无安尼，即条干那上台车，我着提坐咧等哦。李长李崇彦曾经反映问题，但是一直无改善。这次管理员肖文雄积极向管府争取，总算开始动工，但是经费上千万，将成做前半段，肖议员明年搁再争取后半段继续完成。这条沟嘛，放足久啊，啊，进行小弟呢，定甲县长反映。啊，拢考虑经费的问题，你听无？第四阵啊，咱消息员甲管路呢，已经取得450万这个经费，暂时要先来做一段，吼啊，明年度呢，吼啊，又搁继续甲咱争取后一段的迄个工程，啊，直接来感谢迄个咱消息员呢，对咱地方的这个贡献甲这重视，阮地方在建设。这条大沟花，讲开这个工程啊，要千几万啦吼，啊，目前咱争取啊，大概吼啊500,000,000，就是先少。做一半较低啊！啊，明年当然县政府嘛答应讲啊，明年也要做好头啊呢！啊，这条路呐做好，包括路面呐拢做好啊，我相信伫只原有出入的人啊，当然会愈好行愈安全吼！啊嘛，感谢咱县政府吼，嘛有重视咱这个三不管地带啊，这个所在吼！啊嘛，真感谢李长吼！啊，对咱这地方啊的关心，只要有反应啊，阮就心生爱来争取吼！西门口排水出口汇出杨花厝溪排水，以往护花破损，天花道路路面下嘛是破损严重。居民看到开始改善，拢真欣慰，希望早日完工，保障居民通行加排水安全。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彰化县的离花风力发电厂业真有发展的潜力。彰化县政府19号来成立着这个绿能产业策略联盟，希望将彰化打造成绿能产业的大县。Introducing our first performance SUV.Jaguar F-Pace Jaguar 拥抱艺术行动，全车系银星价192万起，再享零负担5年原厂保养礼遇。玉山当铺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591919，电话775591919。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谢文。明仔是拜二，也是旧历11月22日。根据咱的通知记载，明仔在位伫正西边，好时是早起9点到11点，适合交易日款。另外爱注意什么代志，咱做回来关心。
地在地上水，台湾的庙会或者是庆祝的活动哦，那是有这个人龄甲人赛是加真热闹。在地上水特派员鹿港的镇民代表是随良，要带着乡亲来到鹿港的传艺工坊，看这个熟悉这位制作师头将近四十年的施顺荣老师。施老师是以孙秋江的鹿港花师出名，嘛曾经来得到全国的特殊优良传统艺术创作奖。到庙会庆典，总是会有人龄人师顶顶头表演。其中师头如何制作，就是一项真深的学问。在鹿港就有一位制作师头的师傅，来看伊独创的台湾花师。鹿港传艺这工艺吼中心安尼吼，啊内底有足侪老师的，啊我吼传鹿这乡亲来鹿港吼，看这个施老师伫咧做这个师头过程。施老师，啊，你按这个筛头吼咧做吼，是毋是？是毋是安尼？爱草大约爱几工啊？几工啊？嘿，大约啦，伊你安尼做头几工啊？那开面对我来讲吼，是应该是超一点钟过来，对我就通过个这个模型啊，甲开也好啦。哦。因为咱咧做在先往这土壤做一个筛型嘛。哎，对。啊，你但是咱这传统方式讲，啊，这个做一点做一点做，较大气，啊，拍个大。看老师梳筛头，敢那真简单。咱顺良代表嘛，想要来试看卖。哦，老师，你咧梳过程安感觉安尼真简单，我来梳看卖好。真正足简单嘞。啊，我来梳，我来试看卖吼。俺拄咧梳呢，感觉呢，甲你个无同安尼，感觉拢涩涩安尼，啊，你梳呢，感觉好涩啊。哦，这无好念嘞。我也感觉无好念嘞。越久就好念了。啊，越久就好念。啊，你咧做，我讲感觉。哦，足好势，咱做拢手黏黏啊，无同啊。袂，啊，都食久了，你就好了嘛。哦，安尼哦，你食趣味呢？生头趣味哦。啊，生头食趣味哦。安尼有成无？安尼唔知会使袂吼？诶，那成是绝对有成。哦，啊，但是你若讲要叫我甲你泡温泉哦，那伊你唔捌摸着吼，有法当安尼摸吼，会当升温分啊。另外，在鹿港传艺工坊内面，筛头老师也阁有真侪特殊造型的花筛。伊啊，这筛头甲咱传统的锅菜较无同，啊，筛，家己请教施老师，这唔知啥种，伊的意思呢？其实我咧做的过程吼，嘛是甲传统的是一模一样啦。哦，只不过是讲，咱传统的筛头伫台湾筛系统内底是讲，伊较单调，哦，伊的色泽嘛，甲像较简化。啊，我就是感觉讲，既然我是从事这个工作吼，这个筛头应该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尾仔我再甲拍回去。我看这筛头那哦，佫无同呢。哦，这条哦，这佫无同呢。这条就是咱我拄则甲代表你报告的，就是讲，这个物件我爱不断吼，一直甲突破你啦。所以这个筛以前我已经融合了咩啊，客家、啊北筛、东筛、台湾筛。诶，迄个咩啊？诶，系统，所以即只，互你产生看起来，感觉讲，完全无同款。吓啊，即种敢毋捌看啊？到西哦，西头毋捌看即种西头啊。啊，即就是我不断一直伫咧研究的部分啊。啊，即算是我的功课啦。目前西头老师的作品有上百粒，累积台湾特有的各种西头，希望替台湾的西头文化留下历史的见证。来到施老师的工坊吼。啊！才知讲伊传统诶，从迄个筛头创新啊，遮尔啊济吼。啊，另外咱鹿港吼，啊，佫有足侪小食，啊，佮古迹吼，啊，欢迎大家来鹿港佚佗。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彰化县即期伫咧推动绿能的产业，除了伫咧各中小的校园内底设置个太阳能板发电种电，日前嘛甲即个欧洲丹麦的风力发电公司签署合作的备忘录，将伫咧彰化外海设置风力发电厂。19号是国家来举办绿能发展的论坛，成立即个绿能产业策略联盟，要将彰化县打造成绿能产业的大县。
彰化县积极推动绿能产业，绿能产业策略联盟也来正式成立。彰化正式启动。那彰化县呢，得天独厚，我们彰化县的外海2300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深不到50公尺，是我们建置风力发电、离岸风力发电啊最佳的一个场域啊，成本最低，这是我们地理的优势。那我们气候的优势是我们彰化县一年四季都有风，所以啊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以外啊，我们彰化县的啊日照也是全国最长的，那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效率也是全国最佳的。经济部能源局评选台湾36个优质离岸风力发电的场域，彰化就占21个。在太阳光电的部分，也是日照时数上长、发电效能上佳优良。经济部能源局长林全龄指出，整个台湾的绿能发电上重要的因素，都是伙伴关系的建立。那我想，我们彰化也是一个农业跟工业的大县。那农业的那个相关的一个废弃物所形成的沼气发电，我们也希望能够积极来促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素底下，彰化县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的伙伴。那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彰化县魏县长他相当的积极，也成立了相当多的一个这个平台，能够让大家一起来沟通讨论。卫民国进一步表示，官府预计要来成立彰化再生能源电力公司，同时制定自治条例，保障绿能的产业，就机会增加彰化县的收入。大专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湾县外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营运的推广计划，第二期微电影《永不落幕》已经上档了。内容是翕到一位为电影看榜的老画匠哦，坚持要来看守着废弃戏院的感人故事。欢迎民众呢，会当伫咧 YouTube 来搜寻《岛屿的光影》，点个收看，对社区的故事看到真正的台湾。南美馆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营运推广计划，总共制作12期微电影，将以无同的故事风格呈现。12月15日已经推出第二部影片《永不落幕》，希望会当再度引起热烈的回响。我们的第二支片子《永不落幕》谈的是社区跟彩绘的问题，将会在12月15日来上档播映。岛屿的光影这一个 YouTube 频道呢，是文化部为了推展社区营造的精神，那我们特地拍摄了一系列的微电影，在未来将会在这个频道持续的播放，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这个频道，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社长。永不落幕描述的是一个负责为电影看榜的老画匠，坚持固守着废弃戏院的感人故事，内容佮加入最近台湾社区兴起的彩绘风，相信会当引起观众的同感。南美馆的馆长陈柏新表示，文化部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营运推广计划，1905年到1906年，总共会制作12期微电影，伫咧 YouTube 岛屿的光影频道来播送，欢迎民众踊跃观赏，做会对社区的故事看到真台湾。大专新闻综合报道。台湾丹头乡爱心慈善会努力来举办一年一度的冬令救助活动，发送着民生物资给社会弱势民众，延续当先人做人的精神。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借价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突破专线711-9440，711-9440。
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台湾丹头墙爱心慈善会一年一度的冬令救助活动，就伫咧丹头墙的圣诞即天举办。信众唔那是准备神果来敬拜诞生日，而且慈善会志工甲即个地摊里顶顶人呢，嘛来帮助发民生物资，互社会上的弱势民众，延续诞生日伫咧在世时阵乐善好施的精神。何为丹头墙爱心慈善会的志工朋友无闲准备民生物资，一一发放予社会弱势民众。每年伫丹头墙圣诞日子，慈善会拢办理冬令救助活动。里长陈时敦、店面代表陈春梅一透早拢来协助发放作业。每一年吼，拢有一个，拢办这個活动。我们救急不救穷，受到丹头墙爱心慈善会邀请，我来做志工。我是伫内底做志工，啊，真荣幸。啊，需要阮丹头墙爱心慈善会帮忙的啦，我们弱势的一寡边缘人需要我。丹头墙服务的所在吼，尽量切割。丹头墙爱心慈善会理事长郑梦贤表示，慈善会救急无救散，今年河尾三乡镇发放600多份的物资，希望传达社会温情，嘛鼓励更加侪人做回来做爱心。伊伫生前哦，帮助足侪乡亲，啊，所以有一寡受过帮助的遮的迄个人来发起的，秉持着伊的迄个精神，所以来成立这个慈善会。啊，这三乡镇做这个迄个冬令救济已经有10几年了。啊，即届发的规模头600几份，啊，主要是做一寡政府做袂到的这部分，所以迄个希望咱这个社会爱心人士会当多多参与。丹头墙是现代人在生进前乐善好施、爱心帮助真济弱势、曾经受帮助的民众感染丹生人的爱心，不但立上建庙膜拜，更加成立慈善会，延续公益善行，传为地方佳话。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碧采访报道。彰化县爱心关怀救幼会凝聚少年人的力量，参加台湾优格公司的净摊活动。尤其哦，这个救幼会成员哦，大家亲戚朋友少少的，拢非常的热情参加，用少年人的热情行动力守护美丽生态，嘛呼吁民众哦，甲钓客唔通乌白担粪扫，做伙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山西肉粽和海米受到粪扫污染的问题严重，在地企业台湾优格公司主动应用，也发起长期的净摊活动，受到很多人响应。彰化县爱心关怀救幼会更加邀集会员亲友做伙净摊，热烈参与。今天是第一次，今天说实在，垃圾真的很多。希望可以的话，就是以身作则啦，大家一起维护环境。对啊，顺便教育一下下一辈的小朋友，一起做公益啊。救幼会干部希望透过净摊激发少年人的公益热情，用行动力来保护美丽海岸，保护美丽生态。我们很高兴能够跟台湾饼干学院一起来进行这项那么有意义的净摊活动。其实像在上面看，沙滩上面都没有什么垃圾，其实走下来的话，垃圾真的很多。然后也是希望说进行这项活动能够让我们的环境更好。我们亲身体会到，真的海滩我们要保持的干净，不要乱丢垃圾在海滩上，会影响到我们生态生物上，有可能会造成生物的死亡很多。不过我们承担，还有我们九友会一起鼓励大家年轻人一起参与这种净滩活动，为了我们的大自然维护那个净滩活动，加油！台湾优格公司总经理翁阿宝，全家人每次活动拢到场，提醒民众爱穿好相关的装备，才会当发挥净滩的力量。我们会告诉所有来净滩的朋友，要记得做好防晒。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戴遮阳帽，
还有我们会发给大家手套，那最好呢能够穿雨鞋，然后呢我们会发给大家环保的这个面粉的回收袋，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摊。虽然风吹日晒，但是居委会成员拢真认真净摊，一时也着堆满几落地垃圾。成员嘛深切感受到海岸破坏严重，热情净摊以外，嘛呼吁民众甲钓客卖乌白淡垃圾，做回收好美丽生态。大中华新闻，陈文清线西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总交易量是169公吨，平均交易价是每公斤17.3元。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果菜上价26，中价20.7元，下价17元。七瓜上价13.7元，中价10.2元，下价7.3元。苦瓜上价70，中价47元，下价35元。菜瓜上价35元，中价33.2元，下价29.9元。韭菜花上价68.8元，中价66.7元，下价65.6元。韭菜菜上价13元，中价9.5元，下价8元。包心饼上价12元，中价9.7元，下价7.3元。汤头上价25元，中价21元，下价16元。菜头上价13.9元，中价9.1元，下价8.1元。葱啊上价60元，中价50元，下价44元。青菜上价52元，中价41.5元，下价29元。土豆豆上价97.6元，中价78.5元，下价48.7元。接下来关心气象报告，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日时这日头出来以后，气温是明显回升，但是咱彰化日夜以后呢，气温大约在17到19度，日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哦，若是早出暗回去，爱扎一领保暖的外套。明仔同款好天晴朗的天气，咱彰化是18到27度，无落雨的机会。来关心其他地区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也祝您一切平安顺遂。我是小文，我们再会。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